是能不落，不能想起我女士并无特在之事啊，请他请求下去，请娘子在桂花亭外饮酒赏月，望叫他心中热闷，未尝偶像再三邀请，似乎万不
娘子此言差矣，臣子教王总有礼节，虽是夫妻也该相敬如宾，你我举得四书同他理念，见面岂可连道理都不讲吗？此次前来奉君一礼、哦、有礼不外有礼不外啊，娘子请走。奉走。哎是的，不见娘子，你只有啼哭，饮着哭哈。哎，丫鬟哭听死唤，我也吃多好，与老操心。你们互相请我前来，不知为了何事？我见娘子送着到厨房中，只怕要闷出病来。今日中秋。困此地丹桂飘香，明月皎洁，故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哦，娘子是不会饮酒，我特地沏了一壶香茶，我们一茶得酒啊。娘子请一茶。这茶呢我放在这房中已经喝过了，十五塔子我要回房去了。哎，娘子娘子娘子，你我虽然夫妻，却也难得举单，今日起到此，何必去与为王，万请娘子再入片看子。你是来我家已有三月，我见你总是睡眠不准，不知有何心事难解呀？我哪有什么心事？哎，娘子身上并无心事，可你这伤眉紧锁，仍需对待，岂是瞒得了人的？娘子啊，你到底有为难之事，万事与我讲明，我也好与你分忧解释呀。
家子来猜一猜娘子的心肠。不过我还有一言。
子听呀。
亲也没能不仅仅的是沧桑。哎呀，他林荫人生上了起枪，伤心人又怕在全家随我了娘子真得了心中还能生之不生而回去呀，我不必惊动于他，万事为追送往明日再来劝架。哎耶，我刚要为追送往，他都在里面叹气起来了。有道是要是心不知但听悲语矣。我就在这网里听他讲些什么。官人啊官人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在当里送你叫我一声官人，今日背到就去官人来了，多少有情呀。梁有事啊梁有事。No, 刚叫了我一声官人，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可是你也办好心把我劝谏，但是我多天烦恼心事长短啊。这恰是无缘故啊爹娘。Thank you.
林心红。命叫你父亲也懂到下郎啊，知道早晚有无几年，难怪他寂寞自在恨未强，娘子啊你虽然有此有胆量，祖是万喜三思想，若是文字上无妨，陪人知道你需要你疯癫不是遭殃。娘若讲话，娘若讲，妈妈的好，妹妹她无作非为谁难道，娘子啊你不与我女婿同商量，只怕你恐为大志枉徒劳。娘女婿啊，娘娘死，我有这么好叫你骂的啊，大女子娘娘死，救命啊宝人心啊宝，几百求情我不语，今昨已满相思，我嫁到你家为报仇，要成夫妻终算死，谢三姐的娘子我再不依娘子，三三要小娘我家也不能侵犯你好亲，好亲，他推推是是没有事，我有母亲哎呀子，
子，我之所离开明大你岂能给一日一起上两只他百分之零细体谅，我离开为他隐藏着谜题是夫妻女子同林鸟喜气相归不用红男子亲王去开门的呀！啊，你是方才到此一到，再叫我开门的呀！惊动了娘子，忘了牵挂。哎呀，一身正气到此做甚？这位娘子方才面带愁容，一言不舍就回转往来，我放心不下。故而特地到此问的娘子有心事啊。我凭无心事，你休得多言，请回书房去吧。啊，娘子凭无心事，那我方才敲门之时。听得娘子日言日语，不知那江西什么？
我没有讲什么。哎，我明明听见的，你到底在讲些什么？啊，我是在念经。念经啊，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啊，是心经。心经，哼，这怕是念错了。我没有念错啊。是他没有念错，那就请娘子再念几句，请我听听。啊，遇到是无声念经，欲开无心，念过吗？也是忘记了。娘子忘记了，哦，倒还有几句记得呢，待我念来，请你听。我不要听。不要听，我也要念。要念，请回书房去念。这书房中的念书，这心经嘛，是一定要在房中念的。我不要听。你呀，非听不可。闭门乃至房外静，开闸门啥有动静，谁看得清？不要听。爷爷一声娘，我要再去娘。
还有几句再好听的在后面呢。良药师啊，良药师，你父母传世宝藏，立根报仇。我继母诉诸也苦战的，我妹妹武装兵被上次欺人，长也不冤，我两冤。也非懂得，而不自禁，有人逮住了你，你竟然也不轻报。陪我自劳，天晚会会，来来来，去去去，去到会堂，继母继母，替你母母受冤。官大，哼，朕岂有此理？
下的父母一个在此次难相信，这把你抱走是在王怀金。你要命，我要命，你不亲，我也不亲。真是是不吃亏也交杯，弄巧成拙奈我下来。娘子她心为真生了气，我怎能随风落马死气不得啊！你还在草树根，我也不。
具也是。娘子啊，方才我是与你开玩笑的呀，我上是非不分，定罪即刻去拼命寂寞，也何必进得房来对你撒枪啊？这哦，我毫不害你之意，娘子放心就是。爹娘，娘子啊，你万在生气呀、啊！哎呀，这，哦，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那，要是这想起你，背离了。哎呀，哪里来的这许多讨你呀、啊？娘子啊，你。谁进了官人，你谁去了？娘子，嫂子弟弟精忠人心，要我上京赴考，九七功名，嫂子文章得以状元及第，我休可铭记君王，替你父母伸冤呐。这多谢官人、哎、娘子啊，快请进、嗯、这是我去世后留你一人在家，叫我日后放心得下啊。我在那安居乐家等你回来。这到底醒我了，在我的银子时要留兄弟来请你喂，去乖子，是我的，是我的孙子吧？你将他背在身边，肩背就是肩窝一缝。乖子，你是早去。心齐神伤。